何必在城里来后尾船甲东西三船互换的年久失修，造成排水真袂顺畅，路边嘛无护栏哦，经过时阵是非常的危险。尤其东西三船呢，也阁有一处这个水口上过悬啊，造成农民呢是无水通好饮餐。地面代表会当着水利会人员来会勘，得到正面的回应，一步一步慢慢改善问题。好比在胜利台东西三船护花甲中卫桥附近风马船护花年久失修，影响农民灌溉便利。东西三船先做好的基线嘛设计伤悬，造成无法度取水灌溉的新问题。地面代表会同里长、机关服务处人员会勘，得到水利会真正面的答复。新庄里啊，吼，它那个农田灌溉啊，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，它有新增设嘛，啊，增设它的排水设计比较不良，那个水都没有。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农田，导致那个农民已经去年到今年都没办法好播，两冬没办法好播种。还有这个福马郡啊，就是它这个岸边啊，就是非常的凌乱啊，它有设计就是说要做一个护栏，还有一个那个闸水门，这样子如果要出入或是要灌溉，还有水沟会比较干净这样子。也感谢我们那个水利会。水利会会务委员叶金榜会同工部组的人员会勘，除了东西三船改善需要搁再向农委会争取经费以外，其他部分水利会会尽速发包改善。这个区段哈，我们已经有规划，这两年要全部这个部分要去更新了，所以这个不是会去做修复，会整个会去做完成一个新的断面。其实那个我们就是会去增设一个那个治水门。好，来去提高它的水位，这个部分我们由我们会内的经费会去处理。中山边那个部分经费，概估哈，先提出来。那我们原则上是明年度我们会跟农委会去进行争取。改善了后，后备准备水等民众会更加顺畅，减少泥沙杂物的堆积困扰，农民取水的困难也将得到改善，恢复会当正常取水灌溉便利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、何美采访报道。